人生就好像选择题，不是选 A 就是选 B， 不然就是选 C 或者选 D。 但有时候我知道应该赶快作答，却好像没有选择一样。这题很难，但根据都市传说，不会写的时候选 C 肯定不会错。大家都跟我选的一样。奇怪，他们是谁？为什么不在选项里？